Fuck. Man. Hello, 观众们，你们好，我是 D。今天我为你们带来 Dark Deception 第二章的第二关。看起来这个是雕像啦，那我们就走吧 ，Let's go。这应该没办法直接过去吧？等一下，这怎么可能直接过去啊？应该要去买技能的，我来猜。好，如果这么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帮我下面按个 like， 还有订阅吧。那看这集能不能突破100个喜欢，那我们就为你带来更多不同的 Dark Deception。OK， 我看一下，按一可以解锁，为什么我点不下去？可以解开六等哦，哦，可是我点数不够，好可恶。使用一或二键来切换啦、啊，上面写 teleport 应该传送吧？哦，帅、欸！可是我们要自己选位置哦，这好像有点麻烦呢、欸。好了，不重要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这一大关看起来是不是很好惹的东西 ？Deadly 什么什么东西了 ？Keep your eyes open, love. The statues in this place. OK。保持警戒。Oh man， 嗨，他应该还会在吧？我想他等一下突然冲过来。这什么声音呢？哇，好像，他会动哎、欸，好恶心哦、喔！你看。Oh my god！ 哇，你看有笑声哦、喔。哎呦，还有陷阱哦、喔。这种东西在跑步啊？我到现在都还没看到东西过来追我哎、欸。这边还堆陷阱呢、欸。就是他哦、喔。Oh my god！ Oh man！ 一个两个，只有两个人而已吗？如果只有两个人就好办了。44颗哦 ！Oh my god！ 雷用送好了啦。这好像有点难呢、欸，我觉得。真的觉得是敌人的攻击模式，好像在哪里看过。啊，怎么办？好麻烦哦。My God！ 哦，有点难呢、欸，天哪、啊！这个模式很像是马里奥里面的鬼魂的感觉，就是你动，不然你看他就不动，啊，你不看他就一直动给你看，而且，绿宝石， okay, 一个在那边，哦，好快！怎么可以这么快啊？等一下，他设定的机制是，只要能瞄到他们，我就没有事吗？Oh fuck！ 我被这陷阱刺到了、，shit！ 哦，过了 ！Oh my god！ Oh man！ 好难哦！这就是 SCP-17。Oh man！ 304颗。我后来发现按 Z 可以把这个画面缩小，这也太难了吧 ？What the？ 这有开关哦，是干嘛的？哦，还有陷阱。这也太难了吧！
后面还有人会追。Fuck， 这太难了吧？那边还有一个绿色的开关呢。Oh my god， 这个也太难了吧？还要这样子往后看，又要避陷阱，而且还有四个，这个我开玩笑吧？Fuck！ 如果这地方输了，要从五十克那边，那我就不玩了。太扯啦！为什么要从这边啊？好，大概玩了快20遍了，那这大概是跑第几遍呢？那网络上子鱼教我们的一个方法就是，他怎么跑出来了？他怎么跑出来了？他们都跑在外面。那我去看了一下子鱼的教学啦，他说有个方法可以把那几个家伙关住。如果真的要试到那一招的话，就非得要把四个石像全部都要引出来。他们真的是动作超快。不行吗？应该是可以，至少要先把四只引到同一个方向，这样我们菜包比较好集中管理啊。好啊！他们应该没跑出来了吧？好了，这样子好了。OK， 观众们，我终于把那个雕像成功全部关起来了。啊！哦，没事，吓我一跳。这应该是全部成功关起来的吧，我在猜。好，再就是要把这个吃完就好。Oh my god！ OK， 成功把雕像关起来。Oh my god！ 我快哭了，失败了快30-40遍。再就剩下把这地方吃一吃吧，我在猜。不然先找一下我们的秘密之类的。OK， 只要先小心一点，不要被陷阱插到就好了。观众们，如果真的喜欢我玩 Dark Deception 的话，记得点个喜欢，拜托。这集应该值得你按下喜欢吧？哎呦，拜托，累死了，这比 FNAF 难。讲实在的，现在只要好好的吃饱食就好了。第一次有种这么感动的感觉。应该没有其他人了吧？基本上都把它关起来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就要慢慢的吃饱食，慢慢再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秘密之类的。真的觉得第一次感觉把 SCP 终于成功收服，哦，是一件很爽的事欸。Fuck！ 哦，还有我还有五条命。啊？谁？发红的雕像。OK， 哦，出来了。Oh my god！ Oh my gosh！ 耶、yeah, ，安全离开，应该不会找雕像了吧 ？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冲啊！应该是没雕像了吧？还有雕像。什么？那什么？哦，不会吧？这边该不会整个重来吧？大门。Yes， 成功逃脱。哦，这一关我真的不行，我不行，好累，
累死了。哦 ，man， 哎，好难哦。OK， 好高兴看到你哦 ，Bruce。哦，他根本不相信我。反正我们现在是要在 Bruce 跟 Milk 之间选一个，就是看一下相信谁。说 Bruce 在利用我们，然后为了帮助他实现他的黑暗的计划，跟游戏的标题一样。但是我们也不可能不帮他，对不对？其实如果是我觉得这个游戏会变成多结局式啊。我觉得，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觉得呢？那欢迎在下面留言一下吧。OK。耶、yeah, ，走吧，我们去下一个。哎呀，这个画质是不是有点差？这个点数用，我现在只有四点欸，所以我不知道是下一关还不要解锁一个新的技能，应该是要，我在猜啊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去看一下 Milk 是说什么 ？I see you。啊，那走吧，那我们去看一下鸭子到底长怎样啊？啊，结束了。哦。这里的鸭子有尖角，好累，拜托，第四章，请你们和善一点好不好？好、啊，观众们，如果喜欢今天这个 Dark Deception 这个系列的话，不妨下面按个 Like 还有订阅吧。OK， 我办到了。我一开始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想说我做不到这个游戏，所以我就一开始不太想录。那、啊、到后来哦 ，OK， 我办到了。那第四章如果一出，我一定会立刻为大家带来。记得点个喜欢，还有订阅。那我们在他出第三章之后见哦，观众们，老师 DK， 拜拜。